bình an. Yeah.
大家已经吃圣烟，咱求天主特别降予西雅体所有的教友平安。咱大家已经吃圣烟，也邀请每一个人，也会找到你心中的耶稣。迎接耶稣来到咱心中，耶稣是咱生命的救主。咱嘛求伊会降生，也会带予咱每一个人丰富的恩典。在咱开始今仔日的后面礼仪，同时也请大家听聆听一篇圣经《约翰福音》，约翰是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。天主伫古早时阵，捌得处愿意得种的丰盛，这个神祇对咱的祖先讲过话，也毋过伫这个末期。伊照了家己的后生，对咱讲了话。天主立了伊为万有的继承者，并接着伊造成了宇宙。伊是天主公义的反应，是天主本体的真相。伊家己带领的话，支撑万有。当伊洗清了罪恶以后，便伫高天之上。坐伫尊贵的正边，伊所承受的名，已然超过众天使的名，所以伊远超过众天使之上。上主的圣言，祈祷万赞美你。现在要祝福每条甲声音。是无先甲大家念下几句话哈。做下弟兄们，咱今天银行特别迎接圣婴到咱的圣殿，教会用四礼拜时间来等待、来准备、来盼望救世主来到这个世界顶。而且天主常常拢愿意借着伊的爱来祝福这个世界，借着伊的爱来祝福咱每一个人。最后所祈祷。除了在降生在每条以外，希望会当住在每一个人的心肝中。这个世界真正足欠缺平安，足欠缺爱，足欠缺慈悲。不过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顶的这个和平的君王，伊就是用这个谦卑的方式诞生在每条，诞生在这个世界。伊本来是高高在上的天主。也毋过伊的谦卑，伊的爱，愿意甲咱同齐做伙，所以借着这个迎接圣婴的一个行动，咱也可能伫即块小小、一段小小的路内底，咱搁一遍打开咱的心门，搁一遍迎接耶稣在咱的生命中做咱的救主。今日嘛愿意借这个机会，多谢所有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咱团协会所有理事。尤其是即个疫情开始的时阵，咱一只教会活动，作者咱社会活动拢停止，个咱万金心要心田，继续用无同款的方式，甲天主的话、天主的圣言，借着网络，借着咱正是平台功夫，佮继续鼓励作者家己机会，咱的耶稣加油站，真正予作者人得到真正祝福，啊，作者。借着联谊组，借着各省会合作，咱把这个任务阁继续延续到咱的主播圣诞节，阁来咱有跨年的活动。咱阁一边感谢这秘书各位兄弟姊妹辛苦，心里嘛期待咱伫万金新北圣殿庆祝160周年以后，咱的生活、咱的信用阁会使愈坚强。伫这个信用的祝福之下。咱真正充满天主主降生的平安甲幸福，求天主特别赏福咱。祝福美妙。咱祈求真主的天主，即个伊爱疼痛甲降生，求天主降福即个美妙。然后伫遮来领受耶稣基督降生的恩赐，阁会使继续得到天主爱照顾甲疼痛，也予生体
耶稣话，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咱的弟兄，一定平安甲喜乐，愿天主特别祝福甲圣化。有限罪。请树立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将圣经传登于咱的圣母圣殿。等一下我们回圣殿，所以游行顺序也是一样啊，警车，接下来小天使、司祭以及神父，还有牛车。后面跟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走。请两车的兄弟姐妹注意一下，好，那我们的牛车先走，我们稍微把路让开来。枷锁来了，心能更自由。
Yeah.
江山人生一鞠躬，鞠躬。李晨，我们大理弥撒将在9点准时举行。